莎姐的一分钟漫画小教室，一分钟可以干嘛啊？连鞋带都还没绑好呢，绑什么鞋带？绳子就是要拿来绑龟甲缚的啊！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背部，它的结构其实跟龟甲缚的样子很像。我们可以看到背分成上面跟下面的两个菱形，上面的菱形是接脖子的肌肉，所以在画背后脖子跟身体连接的时候，再画上一个菱形把脖子跟身体接住，看起来就会很自然，不会断掉了。下面菱形的左右两个角交是肋骨与腰的交接处，也就是整个身体最细的地方，男生女生都一样，只是女生的下巴会比较宽。最后菱形外面的地方就是我们肩胛骨的位置，有了这条线线的帮忙之后，你就知道怎么画龟甲缚了。我是说就会画背部了。